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安俊熙 Roy。今天呢，我买了一个马里奥的一个积木，然后今天的主题就是拼积。我认为呢，我应该会非常快的就把它拼。这种东西对于我来说简直小 case，差不多1个小时就搞定。我们现在开始吧。然后现在呢，来把它拆开，有点小兴奋。哇，这个。我来给你们看一下吧，你们应该现在还看不见。对，我拼的就是这个，哎，现在怎么这个是倒过来的？我拼的就是它这个表面的这个图案，然后我买的是红色的，给你们看一下。这是什么呀？这都是，这个开了，这大概应该几千块或者将近10000块。妈，你相信我吗？妈你？我相信我1个小时之内可以搞定，真的。不要问我这种盲目的自信是哪里来的。哎，其实在没打开之前，我也不知道是这个样子。它每一个小小块块，它都是这个样子，超级超级小，有多小？我觉得我的眼睛已经够小的了，它比我的眼睛还小。开始吧，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。这说明书我也有一点读不懂呢，果然还是1个小时之内可以完成，相信我。那现在就是我先完成的，非常小，可能你们看不见。让我来数一下，这是多少个？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刚才数了多少来着？我们的底座现在已经完成了一根儿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才刚开始，我就已经这种东西对于我来说简直小 case，差不多1个小时就搞定。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为什么选这个主题，我是有多闲。这老花眼，听我一句劝，如果你们真的有这种想法，说我劝你们还是没事多运动运动吧。经过我的不懈努力，发型也搞乱了，它的一个鞋垫现在完成了，然后我要继续。拼的时候就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，如果它不香吗？说不上来的心情。我用了将近1个小时拼出来了一个增高垫，差不多1个小时就搞定。3:28 AM，我今天就先休息，明天继续拍。Day two。拼的我已经老泪纵横，拼失明。你睁大眼睛看看我，看看我，我看不见是不是？真的啥都看不见。现在呢，最后一块。盖上就可以了。应该是这样。OK 了，这就是我拼的马里奥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已经特别困了，现在已经是早上的7点，我整整拼了一宿。这次的感想就是，下次选主题的时候不要选这种能让人疯掉的主题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是我的成果，还 OK 吧？以后它就可以每天放在我的。床头柜前面，马里奥兄弟，这次我们就到这里，然后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